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在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这期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C 的发音。字母 C 在单词中通常发 k k k。看第一个单词 ，C 发 k， A 发 a， D 发 t， k a ka cat 猫。C 发 k， U 发 a， P 发 p。A, cup, 杯子 C 发 k, U 发 a, T 发 t, k, a, ka, cut, 剪切 C 发 k, O, A 发 o 的音 T 发 t, k, o, co, coat, 外套OK， 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C 的发音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其他字母的发音规律。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关于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D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D 在单词中通常发 nd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。D 发 d， A 发 a， D 发 d， d， a， da， dad， 爸爸。D 发 d， E 发 a， F 发 f， d， a， da， deaf， 极好的。D 发 d， I 发 a， G 发 g， d， a， d， dig， 挖掘。D 发 d， O 发 o， G 发 g， d， o， dog， dog， 狗。D 发 d， U 发 a， G 发 g， d， a， d， dog， 挖掘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D 的发音规律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B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B 在单词中通常发 b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 B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 ，B 发 b，A 发。G 发 g， b a ba bag 包。第二个 B 发 b， E 发 a， D 发 d， b a ba bed 床。B 发 b， I 发 a， G 发 g， b e big 大的。第四个 ，B 发 b，O 发 o，X 发 x，b o b box 盒子。B 发 b，U 发 a，S 发 s，b a b bus 公交车。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B 的发音 b， 以及含有 B 的发音的一些单词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字母 J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J 在单词中通常发 j。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，J 发 j，A 发 a，M 发 m，j，a jam 果酱。J 发 j，E 发 a，T 发 t，j，a jet 喷射。J 发 j，I 发 a，M 发 m，j。
A. J. Jim. 吉姆。J 发 J。U 发 A。D. G. 啊，这里是一个辅音字母组合。发 J。E 不发音。J. A. J. Judge。裁判。J 发 J。O 发 O。B 发 B。J, O, J, Job, 工作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J 的发音规律。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K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K 在单词中通常发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 K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 K 发 K Kangaroo 袋鼠。第二个 K 发 K EY 发 E K E Key 钥匙。第三个 K 发 K I 发 E D 发 D K E Key Kid孩子 K 发 K King 国王 K 发 K OI 发 OI K OI COI 经理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K 在单词中的。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M 在单词中普遍的发音规律。 M 在单词中通常发 M M M。 第一个单词 M 发 M A 发 A P 发 P M A Ma Map。 M 发 M I 发 E L 发 O K 发 K M E M Milk。M 发 M O 发 O M O M Monkey。 M 发 M Mouse。 M 发 M U 发 A CH 发 CH M A MA MUCH。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就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G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G 在单词中通常发 g g g。 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G 发 g A 发 A S 发 S g A g gas汽油。 G 发 G E 发 A T 发 T G A G Get 获得。 G 发 G I 发 E F 发 F T 发 T G E G Gift 礼物。 G 发 G O 发 OT 发 T G O G Got 获得。 G 发 G U 发 A N 发 N G A G Gun 枪支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G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后续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F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 F 在单词中通常发 F F F。 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F 发 F A 发 A T 发 T F A 发 Fat 胖的。F 发 F
e 发 e， d 发 d， f e fa fat 力扬， f 发 f， i 发 e， t 发 t， f e fi fit 安装， f 发 f， o 发 o， x 发 x， f a fa fox 狐狸， f 发 f， u 发 a， n 发 n， f a fa fun 有趣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F 在单词中的发音规律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这期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C 的发音。字母 C 在单词中通常发 k k k。看第一个单词 ，C 发 k，A 发。T 发 t， k a ka cat 猫， c 发 k， u 发 a， p 发 p， k a ka cup 杯子， c 发 k， u 发 a， t 发 t， k a ka cut 剪切， c 发 k。O A 发 O 的音 ，T 发 T， K O coat coat 外套。OK， 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C 的发音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其他字母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关于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D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D 在单词中通常发 d d d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，D 发 d，A 发 a，D 发 d，d a da dad， 爸爸 ，D 发 d，E 发。F 发 f， d a d daf， 极好的。D 发 d， I 发 a， G 发 g， d a d dig， 挖掘。D 发 d， O 发 o， G 发 g， d o dog dog， 狗。D 发 d。U 发 a， G 发 g， d a d dug， 挖掘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D 的发音规律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B。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 ，b 在单词中通常发 b b b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 b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 ，b 发 b，a 发 a，g 发 g， b a bag bag 包。第二个 ，b 发 b，e 发 a。D 发 d， b a b bed 床。B 发 b， I 发 e， G 发 g， b e b big 大的。第四个 B 发 b， O 发 o， X 发 x， b o b box。盒子 ，b 发 b，u 发 a，s 发 s，b a b bus 公交车。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b 的发音 b。
以及含有 b 的发音的一些单词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喜欢记得点赞哦！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字母 j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j 在单词中通常发这、这、这。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j 发这 ，a 发 i。M 发 j i j jam 果酱 ，J 发 j，E 发 i，T 发 t， j i j jet 喷射 ，J 发 j，I 发 a，M 发 j a j jim 吉姆。J 发 j，U 发 r，D G 啊，这里是一个辅音字母组合，发 j，E 不发音 ，j a j judge 裁判 ，J 发 j，O 发 o，B 发 b，j a j job 工作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J 的发音规律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K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 K 在单词中通常发 K K K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 K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K 发 k， kangaroo 袋鼠。第二个 K 发 k， e y 发 e， k e key 钥匙。第三个 K 发 k， i 发 e， d 发 d， k e key kid 孩子。 K 发 k， king国王 ，k 发 k，o i 发 oi，k oi koi， 锦鲤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k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m 在单词中普遍的发音规律。m 在单词中通常发 m m。m， 第一个单词 m 发 m，a 发 i，p 发 p，m i ma map，m 发 m，i 发 a，l 发 o，k 发 k，m a me milk，m 发 m，o 发 o。m o m monkey， m 发 m mouse， m 发 m u 发 a c h 发 ch， m a ma much。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L 在单词中通常发 l l l。OK， 我们看还有 L 的单词。第一个 L 发 l，A 发 i，M 发 m，P 发。l a l lamp 灯。第二个 l 发 l e 发 i g 发 g l a l leg 腿。第三个 l 发 l i 发 e f 发 f t 发 t l e
lift 电梯。第三个 alpha l alpha o t fat l o lo lot 许多 alpha l u fa a n fa n c h fa ch l a la lunch 午饭。OK，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以及相关的单词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 N 这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N 在单词中通常发 n，第一个单词 N 发 n，U 发 a，T 发 t。na a na not n 发 n e 发 a t 发 t na a na not n 发 n e 发 a s 发 s t 发 t na a na nest N 发 n，nose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Hello, I'm Sophie Warno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P 的发音，字母 P 在单词中通常发。OK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，p 发 p，e a 发 e，c h 发 ch，m p e，m p，m peach，m p 发 p，e 发 a，n 发 n，m p a p pan。p 发 p，a 发 a，n 发 n，m p a m p panda，m p 发 p，i 发 i，n 发 n，m p i m pi pineapple。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Q 的发音。字母 Q 通常和 U 一起出现，发 Q Q Q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Q U 发 Q， E E 发 E， N 发。嗯 ，q e q queen q u 发 q i 发 a z 发 z q e q quiz q u 发 q i 发 e t 发 t q e q quit q u 发 q e 发 s 发 s q a question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的其他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l 在单词中通常发 l l。了 ，OK， 我们看还有 L 的单词，第一个 L 发 L，A 发 A，M 发 N，P 发 P，L，A，L，Lamp， 灯。第二个 L 发 L，E 发 A，G 发 G，L。A
leg 腿。第三个 l 发 l，i 发 e，f 发 f，t 发 t，l e，lift 电梯。第三个 l 发 l，o 发 o，t 发 t，l，o，lo，lot 许多。L 发 l，U 发 a，N 发 n，CH 发 ch，l a la lunch 午饭。OK，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以及相关的单词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Q 的发音，字母 Q 通常和 U 一起出现，发 OK，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Q U 发 Q，E 发 E，N 发 N，Q E Queen，Q U 发 Q，I 发 A。Z 发 z，q，e，quiz，q，u 发 q，i 发 e，t 发 t，q，e，quit，q，u 发 q，e 发 a，s 发 s，q，a，question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的其他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 N 这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N 在单词中通常发 n，第一个单词 N 发 n，U 发 a，T 发 t，n，a，na，not。N 发 n，E 发 a，T 发 t，n a na nat。N 发 n，E 发 a，S 发 s，T 发 t，n a na nest。N 发 n，nose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Hello, I'm Sophie Warno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P 的发音。字母 P 在单词中通常发 p p p。OK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P 发。e a 发 e c h 发 ch p e p peach p 发 p e 发 a n 发 p a p pan p 发 p a 发 a n 发 p a pa panda p 发 p i 发 i n 发 n p i pi pineapple。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F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F 在单词中通常发 f f f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F 发 f， A 发 a， T 发 t， f a 发 fat， 胖的。F
发 f， 一发 a， 地发 d， f a fa fat， 力扬。f 发 f，i 发 e，t 发 t，f a f fit， 安装。f 发 f，o 发 o，x 发 x，f a fa fox， 狐狸。f 发 f，u 发 a，n 发 n，f a发 fun， 有趣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F 在单词的中的发音规律，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G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G 在单词中通常发五个五个五个。 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G 发五个 A 发 I S 发 S 五个 I 五个 Gas 汽油。 G 发五个 E 发 I T 发 T 五个 I G Get 获得。 G 发五个 I 发 E F 发 F T 发 t， g e g gift 礼物。 g 发 g o 发 o t 发 t g o g got 获得。 g 发 g u 发 a n 发 n g a g gun 枪支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G 在单词中的发音，后续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字母 J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J 在单词中通常发 J J J。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J 发 J A 发 I M 发 N J I J Jam 果酱。 J 发 J E 发 I T 发 T J I J Jet 喷射。 J 发 J I 发 E M 发 N J E J Gym吉姆。 J 发 J U 发 A D G 啊，这里是一个辅音字母组合，发 J E 不发音 J A J Judge 裁判。 J 发 J O 发 O B 发 B J O J Job 工作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J 的发音规律，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K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 K 在单词中通常发 K K K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K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 K 发 K Kangaroo 袋鼠。第二个 K 发 K EY 发 E K E Key 钥匙。第三个 K 发 K I 发 E D 发 D K E Key Kid 孩子。K 发 K King 国王。 K 发 K OI 发 OI K OI KOI 经理。
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K 在单词中的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关于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D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字母 D 在单词中通常发 n 的 n 的 n 的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D 发的 A 发 A D 发的 n 的 A da da 的爸爸 ，D 发的 ，E 发 e，F 发 f，d，i，d，d，f， 极好的 ，D 发的 ，I 发 a，G 发 g，d，a，d，dig， 挖掘 ，D 发的 ，O 发 o，G 发 g，d，o，d，dog。狗 ，D 发 d，U 发 r，G 发 g，d a d dug， 挖掘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D 的发音规律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B 在单词中的普遍发音。B 在单词中通常发 b b b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字母 B 的发音的单词。第一个 ，B 发 b，A 发 a，G 发 g，b a b bag 包。第二个 ，B 发 b，E 发 a，D 发 d，b a b bed 床。B 发 b，I 发 a，G 发 g，b e b big 大的。第四个 ，B 发 b，O 发 o，X 发 x。b o b box 盒子。 b 发 b u 发 a s 发 s b a b bus 公交车。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b 的发音 b 以及还有 b 的发音的一些单词，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这期我们分享的是字母 C 的发音。字母 C 在单词中通常发 k k k。看第一个单词 ，C 发 k，A 发 a，D 发 t。a cat cat 猫。 c 发 k u 发 a p 发 p k a ka cup 杯子。 c 发 k u 发 a t 发 t k a ka cut 剪切。 c 发 k o a 发O 的音 ，T 发 t，c，o，co，coat， 外套。OK， 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C 的发音。后续我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其他字母的发音规律。喜欢记得点赞哦。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M 在单词中普遍的发音规律。M 在单词中通常发 m m m。第一个单词 M 发 m，A 发 a，P 发 p， m a ma map。M 发 m，I 发 a。L 发 O，K 发 K，M A M milk。
M 发 m，O 发 o，m，o，m，monkey，M 发 m，mouse，M 发 m，U 发 a，CH 发 ch，m，a，ma，match。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大家分享的是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本期视频分享的是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。L 在单词中通常发 l。OK，我们看还有 L 的单词，第一个 L 发 l，A 发。M 发 p 发 p，l a la lamp 灯。第二个 l 发 l，e 发 a，g 发 g，l a la leg 腿。第三个 l 发 l，i 发 e，f 发 f。T 发 t，l e li lift 电梯。第三个 l 发 l o 发 o t 发 t l o lo lot 许多。l 发 l u 发 a m 发CH 发 ch l a la lunch 午饭。 OK，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字母 L 在单词中的发音以及相关的单词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Q 的发音。字母 Q 通常和 U 一起出现，发 k k k。 OK， 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q u 发 k， e e 发 e， n 发 n， k e queen queen， q u 发 k， i 发 a， z 发 z， k e quiz quiz。Q U 发 q，I 发 e，T 发 t，q e quit quit。Q U 发 q，E 发 a，S 发 s，q a question。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的其他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 N 这个字母的发音规律。 N 在单词中通常发 N N N。 第一个单词 N 发 N， U 发 A， T 发 T， N A Na Not。 N 发 N， E 发 A， T 发 T， N A na nat。 n 发 n， e 发 a， s 发 s， t 发 t， n a na nest。 n 发 n nose。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单个字母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Hello, I'm Sophie Warno。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法中字母 P 的发音。字母 P 在单词中通常发 p p p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P 发 p， E A 发 E， C H 发 ch， 嗯，p e
impeach, impeach 发 p，e 发 e，n 发 n，p，e，p，pan，impeach 发 p，a 发 e，n 发 n，p，e，p，panda。P 发 p，I 发 i，N 发 n，p，i，p，pineapple。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自然拼读的发音规律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